被困在女领导家喝酒，我一激动给门修好了，她好像要赶我走。哎，那个，你家的锁不是开开了吗？然后为啥是我锁吗？哎，啊，开是开开了，现在这不关不上吗？没事，你不后来又叫开锁去了吗？你等他到了修好了就行了呗。那么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不陪我呀？陪你。行，你说多钱吧。我说是让你在家陪我，那大半夜的门也关不上，就是我自己一个女孩在家呀。你这人怎么沾宝赖呢？还是说你在这管着我啊？不是，你看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呢？我跟你闹着玩对吗？我能不陪你啊？你想让我陪你多长时间？等开锁的来了把门修好，你就赶紧滚了。别生气，酒不还没喝完呢吗？我罚一个行吗？我罚一个啊，你别生气。嗯，那个我下个楼啊，我没有烟抽了，我去买两根烟。哎，不用啊，加油。哎呦，还有你也不抽烟，你搁家存这么些烟啊？你要做生意啊？这太够用了，这纯纯人间天堂嘛。那咱接着整呗，整呗，就你呗。不是不亏呗，再来一杯。来倒是行，但刚才就想说咱这也不是杯子，咱瓶嘛。哎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打一身换身衣服洗澡。哎，那个你洗澡去啊，但你不许洗澡用整节目了。整节目就你那洗半道，要不给你送个毛巾啥的，就喊我进去啥的。不行啊，这就你想的可真美呀，你作家呀？嘿，我不是作家，我做梦。